再见，有一家。这什么呀？好可爱啊！是客户送的，每个人都得带。现在您好，回家了吗？你再等我10分钟，我马上结束。行。 接我，穿那么帅像干嘛？我接我自己女朋友回家，打扮一下怎么了？你帅要有个限度嘛，办公室都为你烘托了。看我旁边那个美女叫朱莉，她可是我们办公室女神呢，平常眼光可高了。来的时候，她一直看着你，注意点。你们办公室有女的吗？我怎么没看见？ 就你说，关先生点的外卖，这儿，谢谢。我请大家喝奶茶。以后就麻烦大家多照顾照顾我家贝贝了。谢谢。哎，随意，随意，随意啊，随意。 随意，随意吧。谢谢了，帅哥。好的。谢谢帅哥。哎，不客气了。哎，不好意思，你头上这个能送我吗？啊，给。哎，谢谢啊。你怎么还拿东西啊你？情侣之间不绝对友谊。